各自在忙各自的房间。毛毛的打工日记，让我们看看总决赛上场前的 C 级英雄在干嘛。李爷今天是什么角色？我喜欢吃鸡翅。唐伯虎，点秋香。这个啊，他的。让我来尝一尝。一会儿放点烟头里面就没水。别叫我把牙齿去了，我掉了去门牙，去门牙，还有再小两个，春夏就行了。没有黑胶布，给你拼上去。那黑胶布要掉贴了，所以要找那个。三，八弟，吸人牙膏拿。把所有人撞开了，他这个好帅呀、啊！他有两套，他这套是比赛，比赛完了之后还有。都是一个。这一定是吹风机吧？是的，但是表面看是吹风机，其实是个运营。好巧。回答一点。哦。哦。吹亏大了，吹大了。果然是嘛，百变星君。哎，别说你啥时候变出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太烦了，太烦了。他们吹一下嘛，2:30了，2:30各自在忙各自的房间。所有我都有。你主机怎么不一样？好，有我跟三井寿拍张照，来，因为我就是鱼柱。哦，兴奋！我以为我是知道这个点是在哪儿的，我靠！但是你知道你给我发那个地方啊？我到了以后，那真有结婚的地方。我问了，我说结婚在哪？他说4楼。我上4楼，那真像结婚的。我操！但是空无一人。我来了，少林寺是吧？我就看一下。对，已经忘了。